划时代女神来了，原来他们都……我拍戏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带那个 BB 弹，就是说人家抽烟啊，就把人家烟头射掉。我那些造型都是经理带我去买，经理那个牛仔裤才50块钱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女人我最大，享时尚必须经。